我知道是你，还是我们之前就见过？我知道我们没见过。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。 我的手好冷，你的手真暖和。当然，我们感觉一样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？我还不会用这种方式开玩笑，我想将来会的。 陆之奇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还在生气啊？我没生气，你可是顶流偶像陆之奇，我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路人甲，我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果然在生气。那天是我语气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知道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剧演员。 是要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唱歌，正是因为我知道你的梦想，所以才不让你这么做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不行？你觉得我不能吃苦？你觉得你佑之奇能做到的，我成名就做不到？不，你能做到，甚至能做得比我更好。我不让你签公司，是因为他们要给你的并不是这些，他们想把你捆绑在我身上炒 CP。 他们要的只是一时的热度，并不是对你长久的规划。陆之奇，你这是在讲道理？程明，我知道你想成名，但悠悠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你看我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来参加艺考，就是不想走他们给我安排好的路。悠悠是很好。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立场，这条路一旦走上去，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。可能我说话你不爱听，可能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个幼稚气，但你是成名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你不应该靠捆绑我炒 CP 红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有一番成就。这就是我不让你签公司的原因。 这一次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对不起啊。永远不要跟我客气，更不用说对不起。我们一起努力。嗯。<笑> 同学们，上节课，程明和屈之韵两位同学同时竞演女主角。我们给了两位同学试戏片段，现在就由两位同学分别和我们的男主角上台表演，角逐我们最终的期末大戏女主角。大家掌声鼓励。 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，是你。 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，我的手好冷，你的手真暖和，你的手也很暖和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一样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吧？我还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去开玩笑，我想以后会的。 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是你。还是我们之前见过？我知道，我们之前没见过。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，我的手好冷。
你的手好暖。你的手也很暖和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？我还没学会用这种方式去开玩笑，但是我想，将来会的。通过这次比较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徐之韵的表演有些浮夸，程明的表演以情动人。按照竞演的结果，程明演女一，徐之韵演女二，大家掌声鼓励。程明不错，成女一了啊，恭喜你啊，程明。程明，你的角色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认真表演。李教授，我会努力的。徐之韵同学，角色不分大小，要演好你的女二号。好，教授，我会诠释好这个角色的。这是你们第一次对外演出，一定要好好排练。分大小，谁爱抢什么？上台的时候才不会出错。大家努力。好。悠悠姐，坐。给你点的水，谢谢。陈明，签约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悠悠姐，对不起啊，我想好了，我在校期间不想签约任何经纪公司，因为我想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书，为我之后想成为音乐剧演员打好基础。陈明，幼之奇还年轻，思想不成熟，你不要被他左右了你的想法。况且签约和上学并不冲突啊，你看幼之奇也在学校读书，这就是我给他的规划，而我给你的规划，不仅会让你得到你意想不到的财富和声望，还可以让你迅速的成为舞台剧。